他说他娘家婆家所有的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，这弟子以前也是，后来有缘进入佛门。他假如老人临终，弟子应按佛门办好，还是按照他们的信仰办好，使他们更有益，还是按佛门的好？哎，啊，这个你可以不必顾虑。他只要是生在中国，他的根是佛教，他现在信基督教是有别的因缘，根一定有佛。如果没有佛教的根，不能生在中国。啊，这个道理啊，我们要晓得。啊